讲到俾面咧，我最拿手啦，绝招咧就系固执，同埋一片痴心。阿师，不如认输打啦，搞咁多嘢做乜嘢嚟啫？俾个安打你，食得佢个俾面，就要啃埋我呢一碟感情冷滋味。我费事俾佢玩多我一次啊！哎呀，幸福咧要自己去争取翻嚟嘅，有面冇面都好啦，至紧要自由。最好味的台庆剧《美味天王》下星期一晚7:07指出开心人生。